件磅数的毛衣兼小洋装，然后所有的手、所有的肚子、所有哦，真的弹性超好，所有的东西都绝对不会让你挤肉。我里面全部都是穿背心，没有任何一麦麦的刺痒。弹性的话，我真的说，我发誓 S 号、M 号、L 号穿起来都很好看。我觉得白色非常漂亮，是它有你看得到那个肩线的线条有没有？两个不同肩线线条，然后领子的话也很清楚，它完全呢不会让你觉得勒，它就是乖乖的躺在你这里，长度就是可以微盖屁股，所以我想说来穿一个 legging 不一样的休闲感给大家，灰色有点类雪花感，有没有高级感、酷帅感？真的，如果你喜欢灰色，喜欢偏休闲微辣的粉丝啊，你看一下我换上跟鞋，整个你所有的肚肉啊、腰肉啊，全部都会锁在你的毛衣里面。这个米杏色啊，调得非常非常的好，然后呢，我觉得非常的温柔，跟白色完全不同的感觉，非常的好扎。你看，其实我这样子稍微扎一段，可是你可以看我这边肚肚的地方完全不会蓬蓬胖胖的，微微露出小裙摆，感觉是怎样？就是这样子，你可以看到它的长度全露，一点露。对，然后你就可以配上长靴，让腿型更加修长。